赢，要不你打一下也行，要不等一下跟他们打一下也行。你旁边那个在那边一起打的，我现在第一场打一下。怎么会成这么美丽的呀？这个有趣啊，他换了一种身体呀，身体呀，身体呀，身他不用功，他也很用功，但是有。
些人是天生大肠逆流，就是说已经习惯，因为其他的硬件与自身也没有关系。假如说大肠流和自身的大肠逆流有什么不同？我们自己的账户有什么问题？觉得如果有时候不太建议的话，你这样子走，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，我为什么？他们没有经验，这里面有个瓶颈，也是后面。这个跨过去的时候，这样，在这样子底下，我们就把那个高速道路。就是如果你是这样的话呢，肯定是对的。对对对，就一般用劲儿它是退出的，这样用劲儿它不是，就是这个用劲儿它是挺快的。在进攻进攻的时候，因为这个动作是最主要的，有些东西是自然最主要的一个，所以说它那个是我们很快很快，一样是自己的，对对对，这样子的，不同性质不是，这就是最大的矛盾。